好高啊！我看你这样就飞过去，这样就飞过去。打到年初，然后因为我四月底车祸，所以我其实才刚回来。四月底后这么快？没有啊，四月底。你的啊，他应该刚买。我们看错两百五吗？
他说有卖很矮的，因为他是上拍低照片啊，就包你的租金。是啊，其他天都是有。没有，都是他帮我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就会帮我报。我之前啊，今年的一到三月，我是原本是报另外一队的班员机，因为那该队北的都很强，然后那时候想说就先去超自己，对，然后后来车祸，应该就是回来训练，就蛮强。打羽接触羽毛球可能两年多吧，但是因为自己动作比较粗，所以很常打完这里就发炎啊或什么，然后就想说这样下去有过去的有过一季有没有看不到那个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用，两个小时，他一个人那时候800。那时候在南港高中，他是之前，但他已经交十几年的钱，然后他是之前大学就已经是北森家族，他的成绩是好像五单一二还是他专业校，就是他后来就因为教球，他教球累了，他也不会出去外面打。对啊，因为靠这个生活，对，所以就一直在教球，在教球。然后我是让他去，我去学，主要是想要调整姿势，调整。漂亮，很漂亮，有年纪了，40了吧？是吗？这么大？真的假的？好高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已经来拔。有些人是家族遗传的，不能这样讲啊。只是他们说，好了，他说台湾就是台湾1000多个家族，然后呢，对啊，你升上去有的就是，有的升上去是因为他教练费就可以多收钱，你懂吗？因为就是他说你举报家族，对，他有的是为了那个去升。对，然后有的是，因为你也不是说你还是大学生或什么，你还可以真的去做一样的事情上，所以通常到最后升到甲级上去就是跟当兵。像他会分嘛，就是像我们去我们
程度不会差到太多，这个班的程度不会差到太多。所以假如说这里是教初阶的，就是当然你程度好一点，他会教你比较进阶的东西，或者是让你跑动的程度会比较大，或者是打一些连贯的球。然后如果你比较初阶的，就是